跟家人的关系还好吧？很好啊。你一直在出国。哎、欸，你、啊、出国？但是因为我本来就住高雄啊，我本来就一个人住台北，所以就也没差。对，那有没有出国都不在家。我就是解封之后出去拍几次了。目前解封出去拍两次，关岛跟泰国。对，然后即将要去菲律宾拍摄，这样。什么时候？过几天，下礼拜要去冲绳。再过几天要去菲律宾，就一直往外跑这样。就是顺序是冲绳，接下来菲律宾。对对，下周冲绳。都是拍摄吗？对啊，都是工作，还没有出去玩。出去玩二月啦，会拍出去玩的。难免有买一些东西吧。哦，会，就是报复性出。对。是买了蛮多东西的。例如买哪些东西？我觉得工作的时间晚上要逛的时候，都只剩下便利商店了，所以就都在逛便利商店。对啊，就是没有什么多余的时间可以好好的逛街。所以都是买零食吗？零食、美妆啊之类的。对。我听说你很喜欢这样到处拍拍照。对，因为我就是蛮喜欢旅行的，就是之前可能自己出去，或者是现在可以透过工作出去，都还蛮开心的这样。对。那可以自己一个人出国旅行的人？我之前去过啊，有。我之前一个人去日本一个月。哇，对，24岁，那个时候因为我的工作就比较弹性，所以就排了一个月，然后一个人哦，我真的一个人，然后就想说好，就行李整理完就把行程排一排，我就自己一个人出来。都玩了哪些地方？东京跟东京的周边，对，然后各种旅馆还在那边，就是一直被跟踪这样，因为一个人一直被什么？就有一次在东京的街头，想说日本应该算是一个非常安全的地方，但是因为那一天我可能回家的比较晚，然后就一个人走着，然后就被那种可能喝醉酒的一群上班族，然后大概三四个，我那时候就想就是超级瞎，因为我住的那个地方又是巷子。然后是那种有点像 Airbnb 那种附加式的，所以比较没有大楼的那种管理。然后那时候我就一个人走那个巷子的时候，我真的是用跑的，然后提的超多伴手礼，因为看起来就像观光客，然后就快马加鞭的回去这样。对，但是我觉得还好，就是、所以没有被骚扰到。他们就靠超近，然后推挤啊，然后其实有碰到，但是我就走很快这样。对，他们是喝醉了，然后在那边有一点醉，然后彼此推挤彼此，对，彼此把彼此推过来我这边撞我这样，开玩笑那种，对，你过去啊这样，我他们就是有一点。就是在那边，比如说朋友，对，他就是把他往我那边推，然后一直跟着我超近的那一个。他跟了多久？一条巷子，就是我从巷子弯进去，大概也有5分钟哦。对，有发展，在那边有发展异国恋吗？没有哎、欸，完全没有日本人的追你。有日本人会拍照，但是没有，对。没有异国恋，好可惜了。蛮想说如果有的话也不排斥啦。对，可是因为我可能防备心很重，因为我觉得一个人出去必须要得有点防备心，所以我基本上不太会跟陌生人有太多的接触这样。对啊。你有大概什么类型工作那么弹性？你说哪一个？那时候去日本认识这个，我自己去啊，不是工作，我自己去玩。工作那时候。哦，那时候我之前在展场工作，就是有像有展览的时候就可以接啊，然后像资讯展、电玩展、车展那种，要自由。对，就是可以自己接工作，就当 show girl 跟主持这样。对，所以就那个月我就不接工作，我就出去玩。但我觉得现在想起来是一个非常棒的回忆。对，因为也只有那个时候有这个时间，现在要这样买成那样子急着回来吗？我们那时候就是硬塞行李箱跟用寄的，就是在那边用邮局用寄的这样。对，跨年圣诞节有什么特别的计划？跨年的期间会在菲律宾工作。跨年？会在菲律宾跨年？工作不是跨年哦，是工作。工作完可以跨年。哎、欸，但我自己不知道那边的跨年是怎么样。对啊，不知道那里有没有像我们，就是可以有烟火啊，或者是什么。你可以去买枪啊，菲律宾可以买枪。可以啊，
变变变，然后回来直接被抓走。不用不用，刚刚就扔掉了，就扔掉，好浪费哦。你这样怎么上飞机啊？对，林莎在菲律宾遭到逮捕，持有手枪。对。今年是不是还没有休息啊？目前为止，目前对，因为目前为止真的很忙，然后又有新的节目在拍摄中，所以新节目拍摄前要做的那个准备很多，所以我除了工作外就在上课。哦，你做新节目是营业中吗？营业中，对，来吧，营业中二。哦，所以又是美容，然后我真的是几乎工作以外的时间，我就在美发店帮忙这样。就在学习新的技能，对。那你到底是负责什么的？我在里面是酒水部跟法助助，法助组长这样，所以主要是酒水，然后法助真的需要帮忙的时候，我会去帮忙他们这样。那你敢让昆达还有那个谁剪头发吗？我们没有昆达啦，不是那个谁，周杰楷，周杰楷跟那个王子啊。我目前不敢。目前看下来，我觉得最后一集可能可以，就是他们可能练了三个月后，目前不行。对，法伟也不行啊。法伟可以，我跟他们说，他们有问啊，我说可以五公分，他说五公分很多哎、欸，对，他说五公分很多，我想说会吗？五公分很多吗？对，很多哎，反正就是五公分啦，五公分可以，对。会不会对他们剪了之后一个月不敢出来见人？应该是不会吧？是要见人还是要？对，修哥说大不了我去佛光山啊发展啊。对，就是去主持一些就是比较佛系的东西这样。最近的感情状况也是佛系吗？我觉得真的是忙到有一种，你可能会觉得，就算真的有对的人出现，但好像。就是工作的状态会让你没有办法，没有办法分心。我希望就是明年年中后，因为觉得现在工作真的好忙。对。那你刚刚说我遇到对的人？我说如果假如就是可能有，但是因为很容易会忽略对方。都有。不是，你就是会觉得说，好像没有办法陪伴着对方或什么的这样，对啊。陪伴的时间都被工作占据的感觉。毕竟明年年中后工作会比较告一段落。目前看来的排程是这样，但不知道明年的计划。对，目前看起来行事历是年中后就会比较松一点了。对，但不知道会不会中途又有一些什么。对，那有买房子吗？有。真的、啊？什么时候买的？去，可是这我没有公开。去年。对，现在是在哪里？在新北。对，中永和那栋。就在新北啦，新北。我没有公开，我没有公开啦，我没有公开。新店或对对对，我没有公开。你这个狗仔多少都会知道啊。对对对，没有公开的，对对对。你买了，是买多大？然后大概花多少钱？花多少？多大的房子？我那边是。全幢是四十平，四十平，对，都很大哎。对，到底是赚多少？没有，我就是想说，就是比较舒适这样。对，自住了吗？啊，自住吗？对对对对对。那大概价位是多少？大概哦，大概哦，好问题，近三千。哇，对，你现在身上背房贷很重。我觉得 OK， 没有，但是因为我觉得目前觉得，因为它都是自动会扣款，所以我就冻结了那个账户在那边，所以我目前没有。一个月要缴多少？快要10万块。哦，会几房吗？三房。哦，10万块已经是我们四个人加起来的薪水。真的，没有，因为好年轻，就想说努力一下。对，快10万块。
对，差不多。十万块是本利还是光利？全部，就是本金加利息。是本利啊，要算个光利。不是十万光利息还得了？没有没有没有，利息没有那么大。对对。一个人自己一个人住啊？对。不会太大吗？还行。三个房间。对。东西很多。那你去了？哈哈哈哈哈。室友，室友有车位吗？有有有有。啊。装潢花了多少钱？我买的时候，它其实就已经有装潢了。嗯，对，对。所以爸妈有来住过吗？有有有，对。升格当有格图的感想，感觉是怎么样？因为其实这个计划一直就在我的人生计划中，我其实在前年的时候就一直有在看，但前年那段时间就没有看到喜欢的，或是喜欢的就出手太慢被买走，所以我从前年就一直在寻觅了，一直到去年我才买到，所以我觉得会有一个很不一样的感觉，就是好像自己来到台北终于可以让爸爸妈妈比较放心，就是觉得说你在这边就是比较安定了，然后家人也不会担心，他们要来玩的时候都可以来住我家这样。因为以前他们来玩都是住饭店，所以现在我自己的一个想法是，为什么会这么大，就是因为我想要有一个他们可以住的空间，就是有几个房间是因为我家人，我妈尤其我妈很常来台北，所以她只要一来，那房间就是留给她这样，她就随时随地想来就可以来这样。对。去年买房是28买29？28，对对。28岁，对，年轻的，好好，好羡慕啊！我们都是无可挂念。没有没有，我出生就我16、17岁就出来工作了耶。对啊，而且我很存钱，我是很爱存钱的人，就是我其实也不会买一些奢侈品，我都会把钱存下来，就是我就是梦想就是为了要买房子。对，梦想实现了。对哦。而且听说写真也是你卖最好。听说卖了20000多本。这个要就是问那个出版社。对。要拜托。对。因为不知道别人对。今年。所以你觉得你的主要收入是靠写真的收入，还是节目的层面？我觉得写真也算是，其实收入我觉得，它比较算是我希望带给大家一个作品啊，就比较不算是想说哦一个主要收入，因为毕竟卖书你也知道钱也不是很好赚，对，所以它其实算是一个持续曝光，让大家知道，哎，我还活着的那种感觉，什么东西？对，就我有在成长哦那种感觉，对对对对对，就想说可能会每年都会出一本的，都目前的计划是每年都会有。每年都会对，出到几岁？我25，现在第三年。不是，我都想要出到几岁？出到几岁哦？可以出到几岁？可能看哪一年突然购买力那个下降的时候就不出了。其实现在女孩子哦，就感觉有。哈哈，对啊，你们出去外景不是很会晒吗？对啊，那怎么办？就给他晒啊。有保养吗？我其实真的是一个懒人耶，因为有时候节目找我去聊保养，我真的是会觉得我好像没有什么可以教大家，因为我自己很懒，我是连乳液都不擦的那种。就是懒，真的就是我觉得这样不行，对，可能要开始好好的保养了。对。那你有为那个水针资本做些什么？例如打美白针啊，或是没有哎、欸，美白针有用吗？有些人会做啊，就是拍摄前可能会有用吗？真的吗？美白针好像只能2个礼拜或是一个月。真的吗？啊，或是特别做什么样类型的修饰身材，或是我觉得有啦，就是可能提前前几周会去密集的运动跟控制饮食这样。对，然后其实在拍摄期间也是，就是尽量吃一点比较健康的食物，这样。对啊。我觉得哪个时间你一定是你的禁忌？现在很多人出写真集，你有没有觉得哪个是你的禁忌？哪一个什么禁忌？禁忌啊，就是你看觉得他的也很美的。
我觉得很多人的，因为其实现在大家就是拍摄的方式都会让我每一本都很想收藏，因为其实我也会就是看到公司，因为其实出版社有很多人都在出，所以其实像在出版社出的，就是我都会跟那个就是编辑说，哇，谁拍的就是非常漂亮，这样就是我觉得每个人都很棒，对，都有看过，都觉得哇，好美哦，对，那尺度上呢？嗯，就是尺度上是有一些那个点。你说我还是我吗？对啊。哦，我觉得尺度上有啦，就是我有在海边裸奔。海边。对。这一本。新的作品。哦，我已经拍了，但是还没有。还没。对。新作品场。有清场吗？那里几乎没有什么人，因为我们找了一个无人的海边，对，然后就在海边就是做了一个这个动作，这样。我真是连下面都没有遮什么的。下面有啦，下面有吗？我忘记了。我忘记了。我也很冷。那时候夏天，刚好有海草，海星爬上来。对，再问个几题就好了啊。对，很假。所以这个是你原本的计划吗？哪一个？裸奔啊？不是，那是为什么拼的？对啊，不是大，不是，就是我们可能那时候突然摄影团队有这个想法，就想说，好像露个背还不错这样，然后就首先就是露个背，然后突然不知道为什么就整件就是，对，就是循序渐进的那种，对。当下有害羞吗？因为没有人。但没有面对他们啊，就背对。哦，这还是基本的，还是没有人看见。对，应该吧，没有船什么的吧？没有吧？因为前面就海了。对。OK 吗？谢谢。OK 好。谢谢。好，谢谢。谢谢。想问一下，小五花要对谁啊 ？Trista， 待会有新照片，他今天没有来，对 ，TVBS 的。那我问 T 台的。对，问他们就可以。谢谢。